樊少皇女儿已半岁，老婆贾小晨，怕错过你成长的每一秒钟。广告，请继续往下阅读。现年45岁樊少皇和贾小晨在2015年结婚，两人婚后一直都非常甜蜜恩爱。2016年樊少皇曾卷入了欠债风波，贾小晨都有亲自出来代表老公澄清。去年底贾小晨更是为樊少皇诞下女儿小范兜。虽然女儿已经半岁，樊少皇和贾小晨就一直都没有将女儿的正面照曝光，但今天5月18日贾小晨首次在社交平台晒出爱女的正面照。从照片所见，小范都五官精致，白白胖胖的，绝对是静的妈妈贾小晨的真传。广告，请继续往下阅读。其后贾小晨还留言说，亲爱的宝贝，我们的小范都从你出生一周满月百天到现在半岁，妈咪时时刻刻陪住你，就怕错过你成长的每一秒钟。今天你半岁生日了，妈妈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份快乐，希望宝贝身体棒棒的，每天快快乐乐，长大也是个乐观快乐又聪明的好孩子。广告，请继续往下阅读。而在另外一张全家福，就看到樊少皇抱住女儿尽显铁汉柔情，而贾小晨就成功收身，整个画面都非常温馨有爱。其实早前贾小晨也曾在社交平台晒出樊少皇抱住女儿出镜的照片，不过当时就用表情把女儿的五官都盖住。